耍弄不到作妖，就是谢谢，就耍弄不到作妖。不是我讲的，我是上台我拢唔敢食咧。哦，真的吼。哎呀，我惊你唱这一首歌，你就会觉得你的瀑布很用力。你是不是感觉你贵的燃烧主灵啊高的灵啊了？全身开始，我让你白做阿咧安尼是不是？对呀。哦，来，啊，不过这条歌实在是确实足惊人情。真的真的。哦，加伤过低啦吼，安尼悬的哦，搁抗啊是高八度的歌曲。刚好这差不多爱伫台北一零一啊。应该有超过八度了。我看是唔啦吼。啊，不过这条歌在听到，它就是有刺激啦。对呀。对呀。就是会爆发力。哎，啊你第二首咧？第二首哈，你就一首要留咧我点？最后一首，最后一首吗？啊、好 ，Are you sure？ Are you sure？ 嗯、，OK。Are you sure？ 嗯，好，继续要安排这首。好，怀念的台语老歌《李白之鸭》，谢谢，谢谢大家。有点跳痛。不，我嘛最爱听，这条歌好听诶，这条歌来讲。还是伊讲我拢无出去唱歌，而且我若出去唱歌，我嘛拢会唱这首。好，来《李白之鸭》，李白之鸭，送给大家。老师困起啊！正无爱讲正常办，我拢系安尼，因为伊爱佫经过伊的大脑思考，你知道？嘿，伊爱沉淀一下，嘿，伊爱想讲，哎，叫李白之鸭，这是属于什么年代歌？哇，对，伊佫沉醉在你的顶一首，叫一样的月光听一下，叫你佮个音色迷茫之中失误。是吼，李白之鸭，伊敢会是日本那时代？日本啊，对啊，哎，他是日本歌，他是哎，对，伊是日本歌，伊改的台语歌词。好听，我比较喜欢上台。镜头，只会学我都无学着啊！你有诶哦，卡片好，五十音诶啦，三四四四三，那你努力努力，阿别我拢放放你啊！对，然后讲，即摆既然咱咧讲吼，哪听哪看哪学，对家己较有较好吼。唱歌诶部分当然是邓兴康挂波节，啊，咱即摆都慢慢有咧调整啊，想要来甲换一下位置，无即张你甲摕咧吼，嘿，用你的双眼试看卖啊，吼，这是咱的今仔日的，咱咱咧讲的，哎，西装，咱咧讲的千秋白，嘿，你用你的方式，这拢无号码，有啦，03吗？12，哎，03一二签袂到，是你的代志，那讲都无我的代志，哈。重点是这拢无号码啊，干那免那无他报名牌。什么？你要报名牌哦？咱的西装神德宫。欸，我之前有来这里参加歌唱比赛啊，真的吗？对对对，他哦，所以咱哦，三四年前，三四年前我那把几百位歌手比赛，你是不是？刚刚是每年都有，好像去年没有而已。你是不是多叫你感冒的？啊，今年电视，我都卖冰箱，好像第三名。嘿，第三名的样子，你第三名，所以奖金呐是奖金，所以你的意思是，伫咱西生人才济济，占着好风水，打着好地理，搞唱歌深藏不露，乌干那底导游真多就对嘛。系啊系啊，啊你上次好像四月，哎，刚办过而已哈，嘿，打板算了嘛，歌唱比赛啊，对。哇。哦，明仔载，今年度的啊，哦，今年度歌手比赛啊，啊，你敢有报名？嗯，是安那，你唔爱报？哈？派？哈，你讲啊？你讲伊拢第一名，还最够唱啊？请问，请问梅山哦，我的歌唱比赛第一名，明年就不能报。我刚才在，我刚才跟你讲，有自信，真正是够够赞，没得滚，没败，没败。我呢，跟你配合。好，老师讲好啊。好，来，我来报，我来报掉明白。空三一，哎，跟他报掉两颗尔啦吼。安尼就买一只歌，一只啦，安排一首《李白之鸭》。李白之鸭，谢谢，送给大家。谢谢，好朋友，掌声。为咱明仔载歌手比赛，今仔日提前铺陈做暖身哈。嘿，咱若突然间明仔载就讲，感觉哎呦，我的那一腔那痒痒的，想要去唱，你得当参考阮陈洁玲今仔日安排的歌哈，有难度、有挑战的歌曲。谢谢。早上不要哦。
公爵，离别之夜啊，蹦蹦，你能心将你爱去，那么最近来去，是上惊自惊的，一条起来，好，各位大声给讲出来。